吃都没事儿。牛蛙，给我拿来。你养吗，牛蛙？我不敢。真的呀，你啊，没事吧？我可不敢。我告诉你，我特别了解迷糊，多危险，太危险了。家，我跟你说，我特别了解迷糊，知道吗？俺家小迷糊，我从小把它养大，它不可能咬我。小迷糊不可能咬我。我跟你说，他咬我一顿的话，我他妈咬的，他咬我一顿，我咬他十顿。我告诉你，他咬我一口，我咬他十口，知道吗？你就让他，跟你说，家们，你就自己家狗厉害是不是？他咬你一口，你就咬他十口，我就这么整小迷糊的。结果小迷糊现在不敢咬我，知道吧？你可别在这屋里。太吓人了，我都替你冒冷冒冷汗。没事，他听话。他听话，老四啊，拿来！我说的吧，渴了，他们在喝水呢，他在喝水呢，啊。他又出来拿圈来了，又出来拿圈来了。有带过一家出去逛街吗？没有，狗太多了，没法出去逛街。小明正在找机会。小明正在找机会。摸牙圈几号链接？摸牙圈没有啊，没有卖的家，咱家没有卖圈的啊。圈账号上就行啊。对，打了。跟着你那个狗粮那个推广那个一块推到你那儿。对。哎，怎么这么惦记干好了，这个价格啊，就这个磨牙棒，家们，就这个磨牙棒啊，它俩其实性质是一样的，外面是鸡肉，里面是牛皮啊，家们，外面是鸡肉，里面是牛皮磨牙棒啊，家们，就这种的，跟圈是一样的磨牙棒啊，29.9块三根啊，29.9块三根啊，但这个圈没有，家们，这个圈没有啊，狗子特别喜欢吃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开始了，在想呢，在寻摸呢，啊，找机会呢，你这圈谁惦记呢？这圈？啊，还有圈谁惦记呢？一会儿呢，小明现在窝里几个圈了？媳妇儿，你知道小明窝里头现在有几个圈了吗？媳妇儿，你看小明窝里现在有几个圈？你把圈拿来去。肯定不敢扣偷老四那根。仨圈，四个圈，五个圈，六个圈。现在老四这有个圈。媳妇儿，你说小明上你家看你，媳妇儿你说。你说小明，我上你家看看去。小明，我上你家看去，叔。你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，啊！进一百个板，进一百个胆，不敢偷老四这根。媳妇，他们说他们不敢偷老四这根，啊？你看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啊？能听懂，老四啊！一会儿你儿子偷把这根磨牙棒偷走了，你生气吗，老四啊？啊！你儿子把这个磨牙棒偷走了，你生气吗？啊！你又来偷了啊！
三爷看着了，三爷给看上了，哎，三爷给看上了这个磨牙棒，啊，迷糊怎么看着油光黑光油亮的？是出门晒了吗？天天出门晒，他们天天出门晒，老大其实也出门晒啊，不晒不行，晒阳光补钙，知道吧？老大本身就有点缺钙嘛，家人们啊，晒阳光本身就是补钙啊，所以晒阳光好，晒阳光非常好啊。哎，媳妇，你问家人们，你说小迷糊哈，他为什么把东西拿回家，他拿回家还不吃呢？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帮我讲解一下子，你为啥？媳妇儿，他为什么把东西拿回家之后他不吃，然后在那看着，然后出来看，出来还找，他不吃他出来找什么玩意儿呢？是不是不吃他出来找什么东西？啊，迷糊在找机会。留着下顿吃，储存。哎，狗都有这个习惯吗？家人们，狗狗都有储存东西的习惯吗？啊，家人们，刚才那两个磨牙棒是不是都是小迷糊自己拿回去的？是不是？谁也没帮他，是吧？谁也没帮他，都是自己拿回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四来了一个，老四来一个，看看迷糊，我向前看见迷糊，迷糊喜欢。迷糊喜欢逗老爷，你正好说反，恰恰相反，你说的话恰恰相反，应该是我喜欢逗迷糊，并不能说迷糊喜欢逗我，你这不说反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不说反了吗？家人们，啊，家人们家里有猫咪的啊，有需要猫砂的好朋友们，猫砂，咱家这个混合猫砂啊，现在有活动。混合猫砂现在有活动，14.9块一袋，老铁们，14.9块一包啊！猫砂结团速度非常快啊，秒结团，而且呢除臭效果好啊，猫砂除臭效果非常好啊！有需要猫砂的可以拍的猫砂啊！哎，他怎么又出来了，媳妇儿？你敢抢，我都不敢抢，我都不敢抢，三半两圈都搂住了啊，媳妇看。